原本不是要这样做的。那这就更美。我会粉碎你不切实际的妄想。想阻挡我？原本不是要这样做的。想阻挡我，这家伙冒犯了我。痛苦和折磨等着你。原本不是要这样做的。不要想阻挡我。你有感受到太阳的降临？在心中燃烧。对战术大师来说，这算不了。不怕危险。打得漂亮，我认输。